护卫之事。上个星期三26号晚上，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特别备受注目的发言者是众多特朗普家族裙带关系人士之外，有一个快要从白宫团队离任的总统高级顾问海利安·康韦。2016年，康韦成为成功当选总统者的首位女经理人，她是白宫内困兽斗的幸存者，总统身边任期最长的顾问。康韦星期三的站台演说，极可能是她在共和党圈子里面最后的一次公开表白，亦都是真情流露而得体的一次。康韦来自一个破碎而寒微的家庭，她白手兴家，不断地追寻她的美国梦。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体会到在这个国家梦想的成就并不是取决于身边的条件。这个是一块孕育出发明家、科学家、企业家、先驱者和家庭父母的土地。每个公民都为着这个伟大的国家和人民的成功以及未来作出贡献。他们都是我们见到的日常英雄。政府的责任是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兑现这个承诺。总会有很多人拥有比我们所拥有的多，我们的责任是要关注那些比我们所拥有的少得多的人。这么有理性的说话，我深信在场人士一是听不明，一是就听了都以为是康韦的临别苦水，不会放在心上。还记得2019年中的一日，在大都会看守所和邻居阿婷的律师一起看电视新闻广播节目，那日的大新闻是美国特别顾问办公室 OSC 发表最终调查报告，确定康韦违反了联邦法规里面规定联邦政府官员不得从事某种形式的政治活动。身旁的阿婷边看广播一边跟我细说前因后果。自从2016年特朗普当选以来，康韦一直被卷入一系列的争议，包括使用另类事实来到开脱白宫新闻官所讲的特朗普总统就职典礼是盛放空前，又用子虚乌有的大屠杀来到为总统的移民政策辩护，又说总统对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充满信心，而几个钟头之后弗林就被总统解职。康韦又公开认可和宣传和总统女儿伊万卡有关的商业产品。阿婷跟着向我解释，这一次特别顾问办公室 OSC 建议将康韦从联邦政府中撤职的理由。从去年以来，他多次违反了法规，在电视采访中、社交媒体上以官方身份发表重伤性言论，敌视众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是由于康韦是总统任命的， OSC 无法采取任何措施来到执行他的建议，只能够将建议提交给总统考虑审议。所以你看康韦的底气是几咁犀利，他说如果你们想用法规来令到我沉默，倒不如告诉我什么时候拉我入监狱啦。电视节目结束后，阿婷仲意犹未尽地评论，康韦一直是特朗普最忠实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他频繁出现在摄像机前发表政治意见，捍卫特朗普政府，和他收拾残局，摆平乱子善后，最文明的是专为特朗普最公然的不实行为而发表令人头昏意乱的辩护，用另类事实来到支持他的掩盖。拿手好戏就是向民主党议员和记者媒体抛出超乎想象而极具震撼性的问题或陈述。2017年特朗普对朝鲜的火与怒就是出自他的手笔。阿婷最后还语重心长地问，总统身边有很多能够挡子弹的保安员，能够挡政治炸弹的又有几人呢？在这个时代还有能够挡和愿意挡子弹的伙计吗？又再有没有领袖人物值得让我们为他挡风雨、卖性命、挡子弹呢？我黯然地叹了一句，人是没有的，挡子弹为的不是一个人，为的是一个信念，为的是一份情谊。